下气候才能离开。两个人相爱，见到艾总没有？到现在还没见到他。找到了吗？他常去的地方都找过了，没想到到嘴的肉给吐出来了。你也别说了，他现在是身子已经陷下去了，耳朵又怎么挂得住呢？现在连劝他的机会都没有了，我看也只能这样了。哎，信之啊，你发现女儿有点不对劲儿吧？女儿怎么了？我说你也真是的，爷爷，你这个当爸的真够你的爷。女儿谈恋爱了你都看不出来？告诉我她的男朋友是谁啊？不知道，她又没告诉我，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给你问问啊。怎么不接电话呢？难道他没有带手机？爸妈，我出去一趟啊。去吧去吧。对了，恩玲啊，你出去约会也不换件衣服啊？你看看穿的什么呀？人家会笑话了，这哪像从法国回来的设计师啊？这不挺好的吗？是爸爸，谁这么运气啊？啊，被我们家女儿看中了。爸，你看妈说什么呢？听都听不懂。再见。Thank you.
你好。你好。孙芊芊办公室在哪？孙芊芊，我在这儿。请你过去开个会，现在都已经下班了，好像是各部门的领导都要去，肯定是抢校服工期的事。怎么办？现在男朋友你才来接我一次，没关系，你去吧，都让我在等你。真的？不骗我。今天你对我那么好，没错。讨厌。我先到了啊。再见。等我。这个刚才大家都谈了一些很好的想法，回头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比较详尽的去研究。这次咱们教育局校服的征标，我们之所以拿到它的制作权，应该说来之不易的。我们在制作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把好质量这一关，校服会一批接一批的啊流入到我们这个公司里面。多吃点菜，别再喝酒了，行吗？你怎么又不开心了？你今天下午去接我的时候不是挺开心的吗？是不是他又不理你了？为什么不开心啊？睡着了吧？至少
我对你的爱是1/1。你能不能尊重？尊重我一点。菊上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菜都凉了，我给你热热吧。这些菜都是你做的。你没带电话呀？我给你打了一天电话都没人接。对不起，我没听见。真是可惜，我做了一天的菜都凉了。哎，要不我陪你出去吃？不，这些菜挺好吃的，我现在还真挺饿的。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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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好吃了。家的企业和我的企业在市里人尽皆知，我不想过早让别人知道，这样会被有心人利用的，懂吗？好了，走，咱回去睡。江教授，这是您要的献血资料。您什么时候开始热心公益事业了？哎呀，公益事业人人参与嘛。这个血怎么是空白啊？那肯定是当天身体不好没现成吧。
没现成怎么会登记在这儿呢？哦，那就是血型没检测出来，稀有血型呗。我上次好像听献血中心的人提过。稀有血型？嗯，真的是稀有血型？哎呀，这个，哎呀，看来恩莲真的是我妹妹呀、啊。他妈一定知道。我怎么跟他妈？没事吧？没事没事啊，没事吧？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太感谢了。哎呀，这个。李恩，你真是有福气啊，养了那么个出色的女儿。前几天老同学聚会，我一说大家都夸奖了。可别说了，你的儿子也不错啊。不错又有什么用啊？还不是败给你女儿了。这些日子他整天无精打采，我估计啊他是没那个福气了。孩子们的事儿啊，就让他们自己做主吧，我们当家长的就别操那份心了。哎，李恩，你怎么还是有点忧心忡忡的？怎么了？大哥呀，有一件事呢，我一直想跟你说，就是局上，也就是信之跟艾小曼的那个儿子回来了。你说什么？哦，就是信之丢了很久一直在找的那个儿子回来了。对。我本以为呢，他跟信之见了面之后嘛，会格外的欢喜。可是我没想到，这个孩子现在心态扭曲，他的满心在仇恨我，仇恨他的爸爸。他怎么会是这样呢？我真的不知道。我跟他见过面了，可是呢，他根本不听我的劝阻。你还记得广告大厦的事儿吧？嗯。那是我跟信之辛辛苦苦赚的钱办置的一个不动产。本来我是准备送给他跟恩莲的，可是呢，后边的手脚都是他在做的。不可能吧？你可不要听风就是雨啊！你这些消息是打哪儿听来的呢？开始的时候，我也不相信。中介公司告诉我，说这是真的。你说吧，我又不能跟信之去讲。跟他讲了，要么他不相信。要么他会痛不欲生，我太了解他了。那你打算怎么办呢？我想收回大厦，我不能让艾局上用这种心态拿走宁氏的一针一线。宁家的财产我可以名正言顺的都给他，但是前提是，我不能让他去仇恨他的爸爸，仇恨我。说的对。但是呢，大哥，我想跟您说的就是，这件事呢，先不要跟信之去说，好吗？这您放心好了。不过这件事嘛，一定要慎重，要讲究方式方法，要尽量的让他了解你的本意。他毕竟是信之的孩子。我知道。这家房屋中介公司的实力怎么样？啊，属于中等水平，专做写字楼的租售的。好吧，不过还是要查一下背景，好，让大厦分管部门去签协议。明白，出去吧。老李啊，你看到了吧？所以说啊，这人不能谈恋爱。我想啊，我们艾总现在自己想干什么都不知道。我们也不能劝他呀，劝了他也不听啊。要是我是他，既然那么爱那个林恩莲，要么就跟他结婚，要么就甩了他，以后都不再见他。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！恩莲妈，你呀、啊，你不许说悄悄话。嗯，好，不说不说。恩莲啊，你的校服让公司今年完成了任务，那妈妈奖励你，送你一个漂亮的礼物，猜猜是什么？不许看！我猜不出来。那好，你把眼睛闭上。闭上，闭上，闭上，闭上。一、二、三，睁开吧。这什么东西啊？哇，好漂亮啊！
这是我跟爸爸结婚的时候爸爸送给我的，现在我送给你了。喜欢？谢谢妈妈。谢什么呀，妈妈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。哎，菊上。嗯，你看好看吗？今天是咱俩大喜，这是送你的，我给你戴上，收起来。为什么？挺好看的呀。你最好收起来，免得我亲自动手。别生气呀，这是我妈妈送给我的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，菊生？你喜欢，我可以买给你。别人的东西我不许你带。这不是别人，这是我妈。你妈又怎么样？玉儿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有一天她不是你妈妈呢？徐少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跟我妈有仇啊？你好像认识我妈似的。怎么可能？真有点意思啊，钓鱼这活还真的讲究个耐心。我就这么练着，这耐心啊还不到火候呢。照你这么说，我的性格就不用练了吧？哎，菊上，别以为我光找你钓鱼的，我想问你向你取取经的。你这不是寒碜我的吗？向我取什么经啊？我不是想让你帮我参谋参谋吗？你说北二环的房子能不能买？我又不是搞房地产的，你这不是找和尚借梳子吗？我不是想让你凭直觉帮我参谋参谋吗？北二环哪儿啊？就是宁市广告大厦旁边新开发的那个楼盘。我看看如果行的话，我准备拿出一部分资金来炒一炒。多少钱啊？内部认购价6000。不会吧？这么低？我也觉得特别低。所以我派他们去打听打听，结果他们回来告诉我说是广告大厦的租金比较低。哎，广告大厦的租金你是知道的，原来是5块一平米，这一阵子突然间降到了4块。哎，你说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？老许尚，我也不知道。哎，真是奇怪了。都查过了，广告大厦附近的写字楼都是租5块。广告大厦被我们公司吞了，这件事还有谁知道？除了金融公司办理此事的核心人员，就没有其他人知道了。哦，艾总，您是不是觉得黎恩？一定是黎恩收买了中介公司。李总，谢谢您照顾我们公司生意。哎，大家彼此帮衬嘛，谈不上什么照顾了。那我也就不跟你讲什么客套话了，你也挺忙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好的，你也忙，你也忙，再见哈。谢谢。让小王送送，你送一下。嗯，请这边走。哦，快点，快请走。这不是房地产中介公司的白经理吗？你们认识啊？啊，见过。他一直在帮我办那个广告大厦的事情，差不多了。这么快？你收回来有把握吗？应该没有问题吧？我又投资了一部分钱嘛。你行啊，你用的什么魔法这么奏效？林恩让中介公司
用5块钱从我们手里租走房子，再用4块钱租出去，中间1块钱的差价由林恩来补贴，这样中介公司很容易把房子租出去，这样对中介公司来说何乐而不为呢？但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？还不是想收回广告大厦？他这招非常狠，连后路都没给自己留。您是说，他打低价钱，过一段时间会从中介公司退出去，这样中介公司没有了补贴，就自然把价格重新涨到5块钱。以前租房的客户就不会干，这样就没有人租我们的房子。他可以顺利的打低价钱，让我们自动把广告大厦卖出去。他不会管以后房价是怎么样的。他这一招真够狠的。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放手广告大厦，借此绑死他们的资金。那可是我们花了很大心血的。这就是仁慈的后果。反正那些钱是我的，先存在他们那儿。恩莲，吉尚啊，你可不可以换一种喜欢的颜色呀？什么颜色呀？橘色呀，你觉得橘色怎么样？我想买一些橘色的装饰品去你家，好不好？好，您喜欢就行了。那不行的，我妈说了我的，说我总是喜欢自作主张的买一些自己喜欢别人又不喜欢的东西。她说的对，你呀，就是爱替别人做主。不过我就喜欢你这点，我喜欢你替我做主，因为我爱你啊。那好吧，那我就真的自作主张了。拜拜。起不来，跟男朋友约会和迟到有什么关系啊？当然有关系了，你知道为什么老是接不了订单吗？还不是因为你天天迟到。那我不在你可以接呀。怎么了？你昨天晚上也约会去了？我才不像你呢，人家可是事业心的女人。哎，看看，接了一份大订单。定做女士衬衣，大连的活儿。大连呢马上要开服装博览会，他们呀大概也是想拓展东南亚的市场。好啊，这个我们可得仔细研究一下。两位大设计师。哎，肖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路过来看看你们俩。我去给你倒点水。好。肖老师最近怎么样啊？挺好的，活儿不断吧？哎，你们这边怎么样啊？刚接了一单活儿。刚接了一活儿，让我看看。来，肖老师。哎哎，好好好。您是坐那边呢，还是？不用，我就在这儿坐会儿行了。来，你坐这儿。哎，好。肖老师，我和恩莲呢，现在在谈点工作。哦。你要是不介意的话。没事没事。你们聊你们的，或者你给我拿本画册吧。好吧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好。蔡玲啊，嗯，我觉得我以前在法国接触的那些女士衬衣，那些风格好像都不太适合东南亚市场。
我也是这么觉得，不过呀，这个呢，你比我更有发言权。肖老师，你嘀咕什么呢？我有说话吗？啊？哎呦，啊，对了，恩莲，我问你个事儿哈，那个，最近你妈有没有跟你说什么？您指什么呀？我妈每天跟我讲很多话的。她还不是说你是她远房亲戚那方面的。对对，对什么呀？对，肖老师，那我呢，现在跟他在忙工作，您要是不介意的话呢？哦，没关系没关系，你们忙你们的哈，我改天再来看你们哈，你们好不好？好，我走了啊。那肖老师再见。啊，好好，来，我送你。再见，肖老师。病了。艾总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我让大连分公司的人给宁荣莲的设计师下单子了，估计他们今天已经接洽上了。再跟您汇报一下，广告大厦的交接手续已经办完，咱们损失了1200万。这已经是最低的了吧？是的。下面的事不许再办砸了。从我这儿拿走的，我一定让李恩加倍的偿还给我。林林，最近设计室的生意怎么样？我还以为你不关心我了呢。前段时间吧，我净接一些小工装的活儿了，我觉得自己都快成小作坊的裁缝了。不过最近还好啊，我接了一单大连的活儿，委托我设计30款女士衬衣，去参加博览会打东南亚市场呢。哎，那你可得好好干，可别丢咱们设计室的脸啊。谁说我丢我们设计室的脸了？前一阵子我们设计室生意不好，可这也不能怪我呀。一是咱们设计室刚成立，没有什么名气嘛。再有就是现在市场竞争那么激烈，你以为有我这个从国外回来的留学生就万事大吉了？我说你行啊，我刚说一句，你就那么多句等着我呢。好啊，你嫌弃我？那倒没有。说实在的，恩莲，其实我特别欣赏你，你总是在我最不经意的时候，让我发现你特别多的优点。谁呀？啊！爱菊上，爱菊上。文姐，你给我讲讲，这女士衬衣怎么才能变出来这么多种？这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了。男士衬衣也好，女士衬衣也好，都可以设计出很多种。那最强的设计师呢，设计出来的东西变化也是最大的。就好比说，可以把男士衬衣变成女士衬衣，女士衬衣变成男士衬衣。我说的呢，我那件绿色衬衣穿得那么好看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哎，最近怎么没听你提起你妈妈呀？我妈这几天忙得要命，不过挺开心的。以前我们家有一栋大楼，刚刚被收回来。我妈说，不但没有赔钱，还挣了一点点呢。我妈还说，和她作对的人呢，以后肯定会后悔的。因为我妈做的事情都没有错，我妈是慈善的。是吗？那你们家的生意也一定不错了。你最近好像越来越关心我们家了啊。啊，是，我一直想帮忙。但不知道从何帮起，毕竟那是我老婆的家嘛。恩莲，没出去啊？爸爸呢？他在忙着休息呢。快醒了。
恩莲呐，我上次问过你，说什么时候把男朋友带过来，怎么连个消息也没有啊？啊？你也不小了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你总得让我们见见吧？啊？他平时挺忙的，而且也很内向。哎呀，他再内向再忙，只要人好，你喜欢，我跟你爸爸都举双手赞成。我会告诉他的。哎呀，真没想到，居然就让宁氏来了个咸鱼大翻身。哎，你说，那个黎恩还真有两下子啊。校服的事一结束还是得歇着，有什么用？你们广告大厦不是收回来了？那一点房租，还不够交德国那条生产线的钱呢。夏老师。你说我们该怎么办呢？哎，你说，我们怎么样才能弄到你们公司的销售报表呢？销售报表？我是设计部的，那是销售部的东西，我怎么弄？动脑子啊！你们宁氏的货是不是都走爱之上的车？是吧？嗯。咱俩以后开公司，销售渠道也很关键。明白了吧？哎，对了，那个艾菊尚最近是不是还跟宁莲在一块儿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他们俩有没有在一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为什么越来越关心他了？秘密，不可说。孙小姐。我们艾总他今天也不一定回来，要不你给他打个电话吧。不打。那我替你给他打一个。不用。居然，你要没什么事儿，就先出去吧，我一个人在这里等就可以了。那怎么合适呢？这有什么不合适的？你不会以为我会偷什么东西吧？哎呦，瞧您说的，孙小姐，怎么可能呢？嗯，既然你愿意一个人在这等，那也行。我正好还有点事情，那我先走。好，拜拜。孙小姐在里面。回来啦。越来越随便了。我就是想看看你有什么秘密啊，可是什么也没看见。想看秘密，问我呀。我要是问你的话，你会告诉我吗？我这对你来说，没有任何秘密，包括我在内。我还琢磨呢。我的芊芊真生气了，这回还挺矜持的。我正想找你去呢。真的？你真的想去找我？我知道了。是不是你的心上人不理你了？我就说嘛，他是一个法国留学生，怎么会那么轻易的喜欢上你呢？思念又来。
十块多的地方。